真呐、啊，我真爱你啊！不要再骗妊娠女儿了，这样像一岁三个月的女儿点点宝宝越大越可爱，只是现在宝宝实在太黏妈妈了，一放手就会哭。妈妈早，你说、啊、安安妈妈早早安啊弟弟啊，好，我们先不要吃姐姐了，弟弟啊，好，我们先不要吃，妈妈马上弄蒸蛋啊。自己吃饭好饭的吧，很吃满吧。嗯。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那你出去等好不好？没找妈咪、啊。去找妈咪好不好？走。啊！太糟了。我现在已经在录音，他现在真的太黏妈妈了。在哪？妈妈。在那边好痛。你知道妈妈在那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养小孩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他现在太聪明了，不好哄。现在可能在外面交换镜子，先处理他注意力。大家出来看狗狗跟小鸟，他就稍微好一点。狗狗呢？你刚才你好啦、啊。小鸟在哪里？不走了，不走了。那我们跟他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宝宝睡着啦。好，爸，你醒了，妈妈下班你就笑了，是不是？谢谢你陪妈妈上班呢、啊。果然你还是不能够陪妈妈上班。妈妈都要拖时间吃。我们去北京的时候，所以就是用猫骗他或者哄他还可以，到现在不行，他就一定要玩。我就要看屏幕，我在跟往下躲人了。妈妈你在哪里？你看那里是谁？你在哪里？哎呦，妈妈不哭，妈妈在，妈妈在，妈妈爸，妈妈爸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觉得我们家小孩现在是分离焦虑期。妈妈要珍惜你现在那么爱我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可是妈妈有好多事情要做，怎么办？这是我们母女第一次坐摩天轮，你爸爸了？啊？你看到什么？哎，他很喜欢嘞、欸。报告。哇。妈妈喜欢跟你在一起这很多事情、啊、今天很开心可以解锁这个摩天轮，来了好多趟，终于完成这个心愿。麻烦呀，妈妈，因为你妈妈人生清单又多了好多好多事情啊。姐妹说妈妈真的我真爱你啊。宝宝很喜欢听一首歌，我们的钢烈要比烈酒更烈，我们是天皇追着锋利的剑，不顾一切不回头看上一眼，随时起飞飞向终点。很好，对，好棒啊、哦，自己弹好，好，你这样弹可以哦，奇特的小孩。他的个性完全是长出来，一言难尽。对，有时候就蛮机车的，真的。但你就看他的脸，你就知道他根本不是故意的。哥哥，帮你去到房间好不好？嗯。我们找猫咪好不好？妈咪。晚安喽，你们拜拜。爸爸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。头发好多了，现在头发好多、哦，好长哦。